首先，有关来自嘉义市的消息，这是行政院农委会举办的 Rise Up 先享在地招牌饭的票选，嘉义市的鸡肉饭获得着全国网友的支持，摕下冠军。这张免费也接拢着台邦领奖，同时为庆祝好成绩，嘉义市有十八间的业者在24号今仔日也提供消费者每一碗鸡肉饭5元的折扣优惠。为了发扬美食文化，展现台湾美食的多样性。行政院农委会在今年6月底举办为期一个月 Rise Up 先享在地招牌饭票选活动，有21个县市政府推荐56款在地特色米饭，嘉义市推出了3款特色风味饭，包括嘉义鸡肉饭、嘉义米糕以及嘉义特色炒饭参加票选。经过一个月网络投票，嘉义鸡肉饭获得44万多票。夺得冠军。今天我们在农委会来到这里领奖，嘉义市鸡肉饭我是第一名。我想我非常感谢我们的业者，大家的用心努力，然后大家做出每一碗热腾腾，而且真的是又健康又好吃又美味，又让你感到很幸福很快乐的鸡肉饭。这是庶民的文化，这是嘉义人的热忱，这也是我们用最好吃的米食来分享大家。为了庆祝嘉义市鸡肉饭得到全国的第一名，嘉义市所有的店家每一个人都来封嘉义。为什么？嘉义市长免费23号北上参加行政院农委会颁奖典礼，领取到冠军的奖项。免费感谢行政院农委会以独具创意的方式推广台湾美食文化，和嘉义市鸡肉饭这个传统百年的好滋味再一次站上全国舞台。为了庆祝鸡肉饭勇夺全国票选冠军，除了嘉义市18间鸡肉饭店在这个6礼拜提供消费者折扣优待，每一碗折扣5元，还有32间特色商店联合打折促销，欢迎大家来嘉义市佚佗品尝上美味的鸡肉饭。谢谢新闻蔡明彤，嘉义市采访报道。